局跟鹿港镇公所一起来合办考生祈福的一个活动。那在这边一府二路三门甲四北斗，那再显示出我们这个鹿港的这个啊历史是非常的这个丰厚。那我们的这个文开书院也是五大书院之一，也可以说，也就是说过去鹿港的文风鼎盛实际上跟文开书院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那在这边呢啊，经过我们的同学这些长官以及同学们的祈福，我相信你呢应该心会更定。在考试的过程中，只要你心定静下来，你呢把平常的这个实力发挥出来，绝对能够考上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好学校。在这边恭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今日我以鹿港人为荣，明日鹿港人就以你为荣哦。那再次的利用机会，谢谢乡亲的跳堂，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故乡，为我们这些哈鹿港的哈学子能够做一个加冕。尤其今天在我们鹿港文武庙的文址，在文昌帝君的座前举办一个考生祈福的活动，相信这个活动就是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最后一个冲刺。尤其大家三年学成，即将迈入高中的一个机测，相信在文昌帝君的护佑之下，能够祝大家金榜题名，心想事成。也敬祝在场所有的一位来宾都能够顺心平安，谢谢。